他都要看到你跟金夫人在讲话，啊，无恁两个到底什么关系？看恁的动作，应该不是都熟悉啊。其实，伊是我的师大，知影囡仔破病了后，过来关心一下，因为伊无想要让别人知影我甲伊的关系，所以顶边伫咧饭店拄到的时阵，我才无甲你坦白讲实话。你讲叫你亲的亲戚，就是金夫人对吧？哦，不是。那你是谁？这是我的代志，你就莫再问啊啦。王清涵，我一向拢真信任你，我无想要怀疑讲拍卖会的代志跟你有关的。问题是今麦王大哥叫我关来的，我必须要把代志问好清楚。你讲你中着医药费，是不是跟金夫人有关的？不是，真正是甲一个曾凯的亲戚借的。那你即马联络伊，莫我感觉讲你的情绪在落不平啊。你是凭啥物怀疑我？你厝较早对约束了真有天分啊！你做的每一项作品顶面拢有签你的名。这个签字我看过足多遍，我无可能看唔到。这是检方那边的证物啊！你即马两个选择，要就是甲我甲代志啊真相讲互我知，啊无你去甲检方做解释，你家己选。你是唔是替金夫人做模仿的股东去洗钱啊？为着救治，我真正无其他的选择。我当初真正不知影金夫人是安怎提遐个仿冒品做啥物代志，啊！不过我伫咧顶面做记号，就是想讲有必要的时阵，我应该指令伊。我真正无想到伊会甲拍卖会办伫大业饭店，所以我真正不是条故意要害恁家的人，是的。一开始就不应该做这种代志啊，好不好？我知影你的心肝在做艰苦啊，不过不管你有任何理由，拢不应该安尼做啊。行啦，我陪你来助手。助手，今麦检察官已经开始在查这案件，早晚查到你的头壳顶。万一若是你子女面头前你强掠走，你的囡仔面头前一世人免掠头啊！你今麦应该做的就是出面来指令金夫人把阮大哥出来，我拜托你，你听我的好不好？袂用的，你唔肯认罪啊？我今麦。也袂用个认罪，但至于手术结束了后，我有伫个顶面做记号，我应该承担的，我一定会承担。我是去看治愈啊。不，我已经拍算，等阮查某囝手术成功了后，我就会去警察局自首，把所有的代志拢交代清楚。是安怎你要安尼做啊？你的意思是讲，等你的查某囝手术成功了后？你就要离开伊，放伊家己一个人？我不相信你这个妈妈成功会遐尼凶。我当然会不敢，啊，不过我必须爱为我家己做的代志负起责任。我看到你这么坚强，我的心肝嘛替你足疼的。也不过代志不需要走到这步啊，你只要去掂掂，嘛无任何人知影你甲这件代志有牵连嘛。就算无人知影。啊！不过我家己知影，我无法度面对我家己的良心。就因为好笑的良心，你要离开你的查某囝，放伊一个人孤孤单单。你若真正让人掠去，谁要照顾伊啊？叶志成有答应，伊会好好照顾我的查某囝。你来这样讲啦，啊，不想过天真啊嘛？你就是讲你安尼牺牲，业界的人会感谢你，会帮你刷哟。我刷咪拢无想。我干那知影，因为我的关系去害到叶少峰，伊是无辜的。我袂应让伊因为仿冒品的代志，予人诬赖，甚至去坐监。你这是啥物时代老古板的想法哈？即摆的人拢是家己顾家己，无人参照你遮尔讲的啦。搁再讲，你莫卖叫是讲你安尼做，你就当挽救叶家甲叶少峰。不管安怎，我只是在做我应该做的代志。你真正要让你的查某囝无妈妈伫个身躯边，
甚至让你的查某囝有一个有尊口的妈妈，一世人让人踢笑。我知影我对不起伊，啊，不过我会甲伊讲我的想法，让伊会当体谅我的心情。我讲规半晡，你还是唔肯听我的话，你真正要反背我，敢要作对？见面有零摆误会，我唔是这个意思，我绝对袂甲你讲出来。我讲的是真实的，你付我钱，付我的查某囝会当顺利做手术，我真正足感谢你的，这点道义我也是有，所以我绝对袂害你。你讲你袂害我，也毋过你要去自首，破坏我的计划，这就是阮种首步。啊，毋过叶家对我嘛有温情，所以上好的办法就是我一个人把所有罪拢担落来。我系讲是我家己的主意，甲你啊，佮有叶家一点仔关系拢无。我讲的话你是听无了？我当然知影你的意思，啊，毋过，你就是要甲我作对。我真无简单，才行这步大棋哦。你若是害我输输去，你叫是我会帮你算吗？金夫人，真歹势，静静你爱我做啥，我啥物拢会用答应你。啊，不过这边我绝对袂用的一错再错。我希望这件代志到这就好。真正足勇敢的，多谢你挺过手术，接下来你一定要健健康康哦。怎么一定有讲啦？伊讲手术真顺利啊，接下来治愈哦，只要好好静养，好好休养，真紧就当恢复健康啊。志成。多谢你救我的查某囝，多谢。你莫安尼讲啦。那至于哦，手术成功，会当恢复健康，我嘛替你无惊，感觉足欢喜啊。你放心，即马至于手术结束啊，我嘛会照咱的约束，为我家己做仿冒品引起的风波，负起所有责任。我等下就会回去甲阿妈认错。然后我就会去找周姐，把所有的代志拢交代清楚。我相信有我的证书，伊就袂阁为难少峰哥啊。你会当做这个决定哦，真正是无简单嘞，我嘛才佩服你。好啦，我买照片照镜，好好照顾面啊。多谢你，因为有你的支持。才让我有勇气面对我所犯的错误，无一错再错。我今麦就来跟阿妈认错，因为我感觉上对不起的人，就是上疼上治愈的阿妈。你等下，你不会先等囡仔清醒啊？我惊无趁伊醒过来之前离开，按伊精神，我也唔敢。我了解。啊，是讲你上好先做好心理准备啊。阮阿姨有可能在厝的，伊若是知影讲这件代志甲你有关联，伊的个性，伊恐惊袂帮你耍。我会用个理解，因为是我害伊个后生，所以就算大汉夫人无要原谅我，我嘛无资格怨叹。应该承受个我拢会承受，安尼我才对得起我家己良心。好，我陪你做伙回去，啊无我先来去吼护理站甲伊讲者，麻烦伊顾一下囡仔。
我知影你足紧张的啦，是讲阿妈知影你的苦衷，一定原谅你。我唔敢，唔忙会当得到原谅。我是想到恁大家这么照顾阮母仔囝，所以因为我的无知去害着恁。讲到底啊，你嘛是去用利用啦。啊，不过你愿意站出来讲出真相，这才是上可贵啊。多谢你的包容。大哥，你搞破出来啊？不是搞破，是洗清冤枉，清清白白出来的。所以我拄才带小芳去公妈厅烧香，感谢祖先保庇。妈，子珍，听讲今日讲你为了我的代志安尼四鬼遭总，辛苦你安尼。那你讲啊，这是原本就是我应该爱做的。啊，是讲你想要洗清冤枉？是讲这一切拢要感谢金夫人，才发到将迄个真正将古董换做是仿冒品的人来甲抓到了，因为安尼才会当证明我的清白啊。那恁讲迄个人是啥物人？也阁有啥？当然是迄天去予少峰开除迄个员工。迄天伊弄歹金夫人的古董，去予少峰开除，一直扣分，毋知趁伊伫饭店最后几工要变鬼。伊想要报复少峰，侮辱少峰。是啦，我刚才金夫人知影讲，古董若是去用提走，拢会提去倒去拍卖，唔知有法度抓到这个人。巧我是只迄个员工，后来又讲老实话啦。伊讲伫个拍卖会前一天的半暝，又将金夫人伫我遮所有的古董，拢甲换作是仿冒品。啊，不过我有认识迄个员工。伊根本就无可能会做这种代志。一个人若是欠钱，甚至走投无路的时阵，会做啥物代志，你根本就想无。是啦，即摆证据嘛有啊，人嘛去予检察官掠走啊，伊嘛认罪啊。少峰才会用个平安无代志转来，这一切拢得要感谢金夫人你的帮忙。真那有啥啦，我应该做的。搁再讲，我家己嘛是受害者啊。我哪有可能放过迄个偷我古董的人？哦，金夫人，你真正是大量有大量啦！不但无计较，佫替阮饭店嘛化解危机啊！喜欢喜，喜欢喜啦！啊，上个月诶，我有看到恁大业饭店面对问题佮处理问题的诚意啊！真正。金夫人，你真正是做大代志啦！啊，是讲连饭店办的迄种拍卖会啊，佫搁无成功，啊，毋知影讲敢袂当用甚物方式来做弥补咧？弥补是一定爱的啦。拄只少峰哦，嘛甲金夫人讨论过啦。金夫人听讲咱大业集团要增资，想要做咱业界 partner， 我嘛认为吼，既然有这机缘，不如就合作看卖。机缘。确实是机缘呐，看起来金夫人交阮业家真正是有特别缘分的吼。我早就有听过啊，你甲少峰两个兄弟啊，个性是完全无同，也毋过家己有家己的本事，我嘛真期待会当甲恁两个做伙合作。金夫人，你无气焰呐，我嘛真期待会当甲你合作的，志成。你感觉啥款？在我看来，金夫人对咱业家确实是有真深的了解。来，我拭目以待。真好，我相信咱两边啊合作一定会真精彩。